拍东西了，拍东西了，快拍东西了，给我，给我，给我。啊，在上厕所吗 ？Surprise！Happy birthday to 刘耀文 ！Happy birthday！ 看看刘耀文呢？看哥哥给你拿什么来？这是我给你补过一个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2023年9月末，随着团内最小成员刘耀文18岁生日的到来，时代少年团宣告全员成年。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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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彼时的懵懂孩童，一路跌跌撞撞，却也并没有走散，终于成为此时的青涩少年。成人是否拥有确定的界限？成长是否拥有唯一的答案？成年又能否代表养成系的终结？少年们带着新的问题启程。九月，成员们陆续迎来了开学，团体活动及个人外务也在有序进行中。Hello，Hello，Hello， 大家到长沙了。Yeah， 今天中午到了长沙。嗯哼。今天，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你解释一下吧。怎么说呢？是因为今天特别巧啊。是。今天特别巧，然后跟我们俩都有活儿。有活儿？对，都有活儿。什么没有？就是一班飞机，同一个地点。所以说今天就是我们到了这儿先碰个面吃个饭，对吧？所以我就出现在这里了，聊一会儿，聊一会儿，然后再去做干自己的事儿。哇，这么大一个包间，丁老板大气啊！大气不？大气大气。明天你俩谁开工早一点？我，他肯定他。我早上7点。我应该是12点。11点左右起床化妆吧，然后过去玩游戏。我那个节目倒是录着倒是不累，因为坐沙发上是吧？但是沙发坐着也挺累的。我一坐，上次坐了从早上11点是坐到晚上11点，坐完我都不想坐了。不是吃饭吗？下午5点过吃的饭。不是一直坐吗？一直就坐着。坐在那儿说话，说话，看电视，对，看电视，说话，看电视。电视好看吗？好看，他们确实好看。一直就是你录那种观察类节目确实好看，就是你坐在那儿，你容易看进去，你懂吧？就像看电影一样的。就像你在当观众看电视看综艺的感觉一样。哦，就像你在看综艺。明天录2期吗？录了我就赶回去了，赶回去，赶回去军训。明天，我想想啊，9点过10点的飞机。明天？晚上9点过的。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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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录完就走。明天？对。10点的飞机吧，然后0点落地，落地了我回去把军训的东西一收。哎，你是出不来了是吧？相当于我们11点都见不到。那再见就是耀文的生日。出不来我。耀文的生日也出不来吗？出不来。我1点都出不来，而且老师好像也进不去，就一次性，你要去的话很难。只能进去，就是进去就进去了。对，出来进去就出不来了。对，我今天这是我第一顿，今天是我第二顿。你早上几点醒的？6点过。你这么早干嘛？早八。哇，你还在上学啊？对不起，我还在放假。哦，好，谢谢。哇，你还没上学啊？对啊，我说你起来这么早干嘛？我还在放假。你录几期？2期啊，2天。
哦，你两天录两期啊？对啊。嗯，那好爽。一天玩个游戏，一天玩。交朋友来了。你要不走的话，明天还可以吃个饭这种。但是你要得走。我来不及。嗯，我明天回去，我都感觉没法睡觉了。你到机场？到机场啊？刚到机场。哦，他今天有课是吧？但是他今天中午就下课了。可能晚上飞机。嗯。我看马哥今天中午就回来了。是吗？嗯。他应该中午就下课了。打了两个电话。你猜他会不会接？你猜他不会接。我也猜他不会接。那就先放这吧。哎呦哎呦，给你对本了。你在哪儿啊？耶，你们在干嘛？你在哪儿啊？三人行啊。那我们在拍三人行。对啊。机场啊。你在吃什么呀？在看。哇，臭豆腐！我去尝尝吗？你咋知道？猜出来了。猜出来了，任务对了吗？我们俩都在长沙，没有任务。这还有任务？我们只是浅浅有点想你了，可以吧？想你了不行哈。哈哈。你好好的。他好敷衍啊。我跟你说。明天你就看不到我了。为啥？再见都是28号了，很开心吧？好，我要去军训去了，你一点都不关心我。我很关心你啊。好。登机了，周围有人。好，拜拜拜拜拜拜。喝一口我的普洱，冰普洱。喝一口我的白茶，来干杯！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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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茶！哎，普洱加冰确实不错。嗯，白茶加冰也不错。全员加速中第二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有那个张哥和刘耀文吧，还有亚轩，还有尚轩。我们去那个南京那边吧，就是到了直接化妆。哦，凌晨4点到了，到了直接化妆。凌晨四点，嗯，当时飞教员延误了，延误了之后过去还要坐2个小时的车。嘿，哎呦，到了直接化妆，化妆直接开录，嗯，录完再飞走不？飞不动了。那是最搞的，你到底是睡还是不睡呢？对你睡倒是不睡啊，你睡了晚上又睡不着，你不睡又累得要死。对，这个巨难受。我们明天又要搞一次。你军训，你看，军训的强度应该没有全员加速中那么大。哇，不一定哦。他说一站好，下午站4个小时。其实让我跑4个小时我还好一些。站4个小时，站4个小时是真的困。这，是真的困，然后。认真点，出力！表演才艺。为什么睡？不。为什么会困？会表演才艺是吧？你们应该。我绝对不可能在上面唱歌跳舞，我最多去搞个。搞个明星那种吗？明星。喂喂喂！就喂。我上去搞点乱七八糟的。到了，走了，拜拜，拜拜，拜拜，咋的？谢谢，拜拜，拜拜，我再吃会儿。28号见了，28号见，希望你不要变黑啊，不然我认不出你。谢谢，这是对我最美好的祝愿了。拜拜，拜拜，拜拜，拜拜。True.
当天多想双边合作文件。大早上起来能吃一个肯德基，那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了。现在是不是满脑子都是军训？也不是了，因为你的事儿很紧缺吧。但我觉得军训应该没有全员加速中队吧。应该是。虽然第一天，只要能熬过第一天，不就成功了。很早就就业了啊，已经越过了实习阶段。对对对对，我其实感觉，其实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的练习生时期算不上是我们的实习的感觉。也是。对，那我其实实习还挺久的。那这确实是。是吧？人家实习三个月要转正的。实习几年了，我就实习。今天早上化完妆，中午一点开始录，不是，中午一点过到。四点开始录，到现在八点收工了，然后等一下去吃饭练舞，然后就回家睡觉了，等待明天的继续。我就黑了两个度了，我赶去军训。军训，注意安全。好嘞，拜拜。紧张不？现在倒不是紧张，我现在一个人都不认识，我有点慌张。这样来，那我们马上，还是送孩子吧。送孩子。好，送孩子打直了，往那边顺。好，打直了，听到吗？好吧。加油，何老师，别晒伤了，别晒黑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受伤，这个应该。拜拜。有一辆穿上去的感觉。
boom and cut， 看一下，对。我跟你见小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第一次见哦，还真是，我是在那个一个视频里看到的啊，我是在啊，你知道的啊，录音乐采访哦，对，录音乐采访，我搜拾在上演台，看到一个人特别的蠢，我说这是谁？不说话，然后一直在笑点很低，然后我就在那个，我还给那个群里留言，但是我不知道你有那么多粉丝。之前是比较小孩嘛，然后都比较可爱，都可爱的。因为我记得当时给小松做了一个那个，就是猫耳朵的一个，我当时觉得那个就是很像，很符合他的那个。上次那个小松弹那个琴，杨坤的那个空城，然后我们是比较深刻的体会到小松的才华。所以希望这一期王牌你也可以做一个唱歌手。我就希望在这里，第一有唱歌的才华，第二个小宋多跟各个长辈沟通嘛，您的长辈多嘛，然后可以多发挥自己的独特，也多演一些小剧场，多跟老师跨界合作，因为你正常比如黄晓明老师和老师，你都不太容易遇得到跟他们对齐，所以正好借这个就是多对齐。你自己觉得自己最大成长是什么？最大成长啊，王牌，王牌最大成长啊，变松弛了，变松弛了，对呀，啊，整个人是吧？对，人家看出来，在舞台上还是不说话呢，就是松弛了，会有自信吗？对，有自信，人缘会好一点。你不会那么紧张吗？啊，不紧张了。还记得吗？第一次见面是不是就这儿？就这个，反正就类似这个房间这种形式是吗？反正我记得他来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就在那个门口，然后差不多跟现在就状态很像，我嘴没停过，因为他不说话。一哥好，现在还是哈，不说话了，给打招呼，就是给房间里人造成很大的负担。完了，人家来打招呼，气氛还是要热闹一点。你不在乎哈？我不在乎。后来就是慢慢锻炼嘛，然后那个时候也给了他，给委以重任，给了你好多那种逼你说话的活。对啊，让你跟李雪琴直播哈、啊。你还记得？那这么多年来，你觉得小宋有什么变化吗？变化，首先就是确实成熟了嘛，还在长个儿，感觉是吗？然后，反正现在开起玩笑来，确实也比以前顺畅很多。怎么样？尤其跟我们熟了以后，就是跟我们聊天也就非常自然，我感觉。虽然看起来好像已经出道很久，其实也就才19岁，对吧？前途无量，人生路漫漫，自己的历史自己写，所以希望你可以书写出你最喜欢的人生道路，加油！谢谢。好像是4年前，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然后腼腆的少女。我们是不是现在也？我现在就明显感觉了。感觉也是聪明，然后也跟大家哥哥姐姐们都熟了，敢说话了，然后也敢调侃了，对，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就是也很机灵，对。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帅气，懂事儿，真的，这个，对，对。腾哥第一次知道王牌又加了一个小孩，当时啥心情？我倒是挺高兴的。一看多个小孩了。对。那发现来的是他呗。当时我也不认识他，所以来的是谁？其实对我来讲也不大合理，感觉来一个。没想到，就这么短短的几期，就
给贾玲啊，小童啊，花花呀、啊，几个人给带坏了。就是我没想到，以前看着是那么单纯、善良、尊老，尊老现在这些影子已经没有了。狡诈就是对。祝贺时代少年团成人礼拜。祝福带给最其他的人。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Yes. Let me see what's bright is like love. Truth to me, not in words. Oh.又一次来无锡这个地方，而且很熟悉。就刚刚我录完音，录音的那个地方也是我上一次来录音的地方，包括明天要去的棚里。这次感觉就因为很熟悉，所以就可能会更放松一点。然后包括今天无锡还下雨了，空气很好。放松，就期待一下明天的录制。
马嘉祺结束录制赶往北京返校之际，刘耀文也进入了生日单曲的录制阶段。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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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段落，核心有哪几个？就那个，首先那个一段主歌，那个歌要直接收掉。音符，首先，再次，首先一段主歌，要写几个段落，核心有哪几个？要的所有一动爱伤口，谢谢享受，也许你听不懂我的创作。Bro, rap 这个段你可以整体唱更慵懒一点。OK, 比如说前面可以咬字清楚，然后这边可以稍微 mumble 一点点。有些歌真是歌的不代表什么，简单单单又快乐才是我想要的。别忘了不用想别人眼光。OK,往下往下。突然出现了几个离调和弦，听起来有一点 jazz 感觉。往下走可以的。也许你，对，也许你听不懂我的创作，也许你听不懂我的创作。OK, 有两个地方要收啊，一个是你，然后是我。OK。听不懂我的创作。哎，对，这个感觉很松弛，就是这个感觉。几个段落。对，我觉得这两句会，刚听了一下，感觉不太对劲。因为我感觉你现在连起来的时候有点连不起来。对，这几个听的。要写几个段落，要写几个段落。就都平一点唱。要写几个段落，核心有哪几个？的。其他的我觉得还挺好的，这段路挺好的，现在补吧。OK, 你要喝啥吗？我不喝。加油，文哥。加油。有了锁，有一路，还有伤口，这就像说。像写太磕，就说嗓子太挤了。像写小说，还是轻盈一点。好。有了锁，有一路，还有伤口。谢谢小手，也许你听不懂我的创作。Nice, 这边最好的，过。我
我喜欢听着伴奏哼唱，在音乐里没有的旋律在脑海充满想象，无拘无束创造出音符。干声有了，效果做了，我觉得就好了。就是前面之前录的和声，对，我觉得之前录的有一些也可以用，因为你状态更松弛，感觉在家里。对，还有和声，对，我觉得这个和声真的挺厉害，和声帮你混的包裹一点。现在补吗？补吧，来吧。Nice， 这继续很好，继续往下。听起来有一点 jazz 感觉，听起来有一点 jazz 感觉，那个 jazz 感觉 jazz 感觉，把那个 jazz 唱的再 jazz 一点。突然出现几个离调和弦，听起来有一点 jazz 感觉。哎，这句很好，这边很好，你找这个感觉再来，非常棒。我感觉差不多了，没有要补的了，没了。Yes sir。我感觉你可以在家买个麦，你在家会稍微真的很放松。对，上次在我那儿，我觉得。我这一进棚就感觉也不是紧张，就是感觉一种就是上班的感觉。我也进不了棚，因为我觉得整体已经非常有素材了，做出来我觉得会很好。哎，bro，那待会儿我把地址发你。这个生日单曲的名字定了吗？没呢。啊，我不知道叫啥。文哥十八，就是马上要成年了，十八岁有没有什么憧憬啊？想考驾照，然后最好是在实现我一个小目标吧。好，终于我们耀文也不是小朋友了，不是要成年了，真的。现在9月6号。哎呀，还有17天，我给你算着呢。秋意渐浓，张真源和严浩翔约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出行。此时准备上课的宋亚轩偶遇了刚到家的胡安。宁源呢？走吧。电车其实挺容易晕车的，确实，我刚刚还没坐惯我们那个电车的时候就贼容易晕。走吧，想来玩，想跟我们一块。在你眼中我是谁？你向我安慰谁？你是代替谁？管他呢。彼此交换喜悲，爱得多的人总先掉眼泪。怀柔
可以去北电看了呀。想去吗？带你去啊。别人说我中戏不出现，跑到北电去。我们从今天从环这个湖变成环北电，北电的湖，好吧？真的很雷呀、啊。要疯了，湖在哪儿？没看着湖啊。挺好的，呼吸新鲜空气。嗯。全都爬过山吗？啊？北京的山。北京的没有。我还记得我录几条的时候，就有一个是爬山的，我把两个我的那个，我把两个跟着我的跟着我拍的摄像老师甩丢了，然后还把人爬吐了。还好了，晕了，要刚睡醒，西山步道。哎呦，这哪儿啊？西山步道吗？这是？不知道啊。远香极秀，山峦叠翠，绿地纷呈。应该还得走二十分钟。嗯。那边那个口可以出吗？不知道呀。左边是云峰，上面就是上到山顶了，应该是。哇哦！空气好新鲜啊！好好好，我鼻炎都好了。好好好，张哥，真会聊天。是吧？我这个话题还是挺会找的。不愧是你啊，张哥，我笑死了。哎，还真有六，啥呀？还有他耶。不，张哥的这个文案很有意思，请原谅我的走。然后图片还有严浩翔，给我看看他。你看，是不是很早期？非常早期了，五六一五年八月十一号，拍《蚕丝风云》的时候吧。嗯，五年级。笑死我了，我当时哭的可难受了，所以我才会发这个文案，是吧？当时。不对呀，蚕丝风云是一起杀的呀，风云一起杀的呀，哭得可难受了。那不是蚕丝风云，就是蚕丝风云吧？是，不是，我记得这还是坐在某辆车上动车回来的。不是，这个是那个啥，这个是天空，天空不是吧？怎么可能不是？是天空吗？朋友们，我最近在横店拍戏哦，有时候可能看不到你们的信息。好好好，詹哥啊，还有更草鸡的，我真的笑死了，我。这什么东西啊？还有吗？这早期还有吗？那、啊、这个时候我们还没认识吧？认识了，我是主持人张真源。认识了吗？我在后面打架子鼓啊，兄弟。那应该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什么 Super You， 我笑死了。Super You 是谁？没关系，好东西。天空之泪时期，杨晓翔还是那个喝洗脚水的那个吧？那没喝，不是吗？那没喝，剧情里需要吗？剧情需要，是啊，我觉得剧情需要嘛。我也没说你真喝了，你前面那句话就很，我只是说有气。杨晓翔那个戏里那个角色叫楚天吧，好像是。好好好，但是可得劲了，我的天呀！杨晓翔贼活泼，但是跟现在精神状态还是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他属于那种，我想想他说什么精神状态啊？这种。感觉跟现在差不多，其实，嗯，但只是现在变得更成熟了，但是它疯起来还是一样，那种感觉。对，但是它中间变化挺大的，没想到轮回那一圈又回到那个精神状态。嗯，张哥之前是，很疯，我之前确实有点疯。张哥之前很疯，但现在他需要有个人去引他一下，他才会那么疯。我小时候真的疯得离谱，对啊，所以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能这么疯的。所以说你现在有偶像包袱了，不是偶像包袱，那你是啥？
这成长嘛，好对吧，成长，好好好。但小时候确实疯得离谱啊，就是那种啥都不在意的，疯狂的活泼。哎，不对，活泼的疯狂。现在有点收敛，但是小时候是真的是想到啥做啥那种。张哥的解放天性还没有做到位，看来可能还没有小时候到位。对啊，哎，怎么这就是人的成长？哎，怎么办呀？长大了就有束缚了。也不是一件坏事吧，毕竟小时候那么疯也吃了不少亏。展开说说呢？展开说说呢？比如说别人不理解你的人吧，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突然，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小时候觉得那样很爽，你知道吗？但是不知道别人觉得好像有点奇怪，然后长大之后发现好像是有点奇怪。是的，但是现在就比较合乎常规了。但是在熟人面前还是挺疯的。你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其实是其实你是不知道那么多，但是你就想那么做，这是其一。然后呢，你成长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有变化的是你开始会去在意别人的目光看法，所以你就会收敛。真是。然后呢，再成长，再过了一个阶段呢，就是我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这样的。你喜欢我就喜欢，你不喜欢我，我不会强求你喜欢。所以你就会回到你小时候的那种状态。应该还是回不到小时候的状态吧？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小时候那个状态，我觉得最本真的是吧？反而是最你的那个状态，就是反而是我会觉得，所以就是阶段嘛，每个阶段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看法感悟。你像我现在就不会理解小时候的烦恼，但是我觉得小时候也不会理解我现在的烦恼，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其实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吧，感觉处理方式会跟以前不太一样。你呢？我是觉得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沉默啊，然后沉默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想明白了什么，你会觉得自己突然好像想明白了什么，但是，然后你自己就会反省，然后去想这段时间我在干嘛，然后那个阶段过后你就会不一样了。对我来说，对，我觉得我一般成长最明显的，像是经历了某一个不太顺的阶段之后才会成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某个阶段可能老感觉很烦，然后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然后就会有很多就感觉处处都在跟自己打架吧。对，打完架之后就感觉突然好像就自己会有一些变化，然后跟那个打架的东西就反而顺眼了。对，反而顺了，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是在这种磨合下就慢慢自己发现自己在慢慢成长。对，你就在家里吗这两天？对啊。你不出去玩啊？我去哪玩啊？是。过来，还能懂我意思吗？我就刚刚一直在听到猫叫。哎，啊不对啊不对，嘿哥们儿，你要干嘛啊？啊不对，该走了。你要买猫啦？我其实蛮想整只奶牛猫的。你之前的猫呢？回重庆了。什么
方往前飞，它会冲吗？会吧。他不知道这是啥啊？嗯。欢。哦，会养。干啥呀？又闻到了。看起来好好吃啊。坐。坐。坐。还不知道这是吃的吗？坐。握手。握手。握手。好，你感受到咬它的快乐了。嗯。欢，欢，还是不知道在哪儿。睿智的眼神。那边，看那边。干啥呀？哥们儿在那儿呢。过来，过来，不要在那儿待了。轻点，轻点，朋友。欢。哎呦呦呦！他怕这个，他怕这种坎儿。嗯。你看他不会过来的。来这儿，套你头上，学不会了，走了吧。九月底，少年们受邀参加《坚如磐石》首映礼。感觉看着就很纠结，对，然后整体看着特别开心。嗯，希望大家有时间肯定得来电影院看我们的《坚如磐石》。其实来之前我是做了一些功课，就是看了一些预告片，然后真正的坐到这的时候才发现，就是那种感觉有多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老师们。就是每一个对话就是像一个博弈一样，对对。然后就是祝《坚如磐石》票房大卖。我觉得老师好。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也是看到了各种不一样的细节，然后觉得也有很多值得我去学习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电影名叫《坚如磐石》嘛，但是我也看到了各个角色的心理的挣扎和各种思考，所以说。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对，然后也希望票房大卖。老师们好，大家好。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超喜欢这部电影，我一直在跟张哥分享那个分析剧情，然后在讨论，对，然后而且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整体给到我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种压迫感，还感觉就是老师们用最轻松的语气说着。最狠的话给到我的震撼特别特别大，对，然后也希望大家去多多支持《坚如磐石》，然后祝《坚如磐石》票房大卖。谢谢，谢谢好。
位，如果艺谋导演接下来有用年轻演员需求的话，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带上女孩。好，谢谢谢谢。来，三二一，中秋国庆就看坚如磐石。纷乱之中紧紧守护着一夜成长自我，意气风发去勇敢，在夕阳里绽放烟火，我有人扎破 You're ready for this time， 都否定过后勤奋力，只搞清楚我要什么，强大内核炙热的家里，看我修上线突破，并肩走过当时的愿望，我的美梦一场，加冕我削弱模糊铭心刻骨的成长，当时的黑带重生的徽章，去望一次那又能怎样，大不了从头补一场，还有十秒了，准备了，来了来了来了，听你这样就没有镜子啊，镜子太小了啊，那这样对对对，镜子大点，加油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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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加油加油加油，楼梯可以上，我们应该上，哎呦怎么了，吓我一跳，你衣服进去了，那行，接不住，从你的工资扣。可以，分钱没用过啊？啊，我们分，大家分一下。那我也要，那我要去。那我也去吧。不然我不知道。到最后，七元就是相当于一人吧。我去旅游去了，去旅游去交这钱。接下来，时代少年团带来《躺着真舒服》。哦，是真的躺着的。想躺在没人的地方，看天上星星那么亮，大城市的路灯照得太紧张，放歌声不去在乎别人怎么想，盛宴面部影响力组合时代少年团，在这里要感谢微博音乐盛典，感谢我们公司时代峰峻，然后感谢一直以来陪伴着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然后小贺今天因为有事情没有办法过来，当然小贺你也知道这个荣誉也是你属于的。未来呢我们七个人会齐心协力，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完成下一次还有更多见面跟大家见面的机会。谢谢大家，然后也谢谢一直以来帮助我们的老师们和朋友们。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
坐坐。何老师。烈日和你的温柔在丰碑，你的微笑像夏日的溪水，不知不觉脑海里回味，心动牵着我摇摇欲坠。这要不要给你一个这个吧，就随便唱，随便耍帅嘛，就给这个吧。摇摇欲坠，月光下跳舞，轻盈的脚步。身会颠倒，跳动感情在旁边跑，身会颠倒，跟着你身会颠倒，谁在最后的街。加油马哥，嗯，加油丁哥，加油翔哥，加油文哥，加油轩哥，加油张哥，哎呦 sorry， 加油贺哥，加油加油。说一下我要干什么，就是前几天不是小刘生日嘛，然后我在军训，正好这儿中秋呢，大家能聚在一块儿，还有国庆也能聚在一块儿，我就说那正好借此机会就给他补过一个生日、啊、可以顺便这个把中秋和国庆也一起过了。好的，然后我想叫他们一块儿，我他在上厕所，那我们叫下一个。我，哈喽啊，查房不是要给小刘补过个生日 ？OK 啊 ，OK， 走，然后 OK 啊 ，OK， 我拿个房卡。好。你拿个房卡，然后等一会儿我们去刘耀文房间，我正好军训不在，然后给他补过个生日，然后我们一起去，怎么样？好， okay. 好，走。哎，哎，宝贝儿，走走。咋了？给小刘补过个生日。啊、哦，补生日。对。蛋糕买了吗？买了。嗯。好呀，那走。那这个。去他房间等一下，走吧走吧。没有告诉他。张哥没上厕所了，上完了。走吧走吧走。为什么这个？对。亚轩呢？那怎么叫亚轩呢？亚轩没法叫啊，两个人的惊喜。给亚轩也补过一个。哎，哪里啊？他迷路了。那全是。谁让他自己不回房间呢？
哪里啊？这个。拍东西了，拍东西了，快拍东西了！给我。哦，你们搜索上网了是吧？确定他们是上网搜索上网了，我进去。Hey boy， 你跟他们一块儿吧，还是自己想的？快，就等你们了。上厕所吗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to 梁耀文。Happy birthday！ 看看梁文呢 ？Happy birthday！ 我这还有一个人。啊，这样子啊？我都不知道。当然不能跟你说了，我。不是，我刚刚在录视频呢。我刚看女人。哥哥给你拿了什么来？是什么？不是面膜吗？面膜。没有过个生日啊？我刚还在录视频呢。给你补过一个生日。你为什么要拍？我说不让我来房间，来什么房间？哦，是房间。哎，刚刚为什么我也跟过来了？什么东西啊？来，拆！来，我为了引开你的注意力是吧？可以。来吧，拆！不求大家请我做个按摩呗。我帮你按呗，耀文。我帮你。无法全身按摩要做这个。哇，耀文，这个请个人帮你按呗。哎，不是。没事，要是成年了，没关系，来吧。也是哈，去，西边要不然来学吧，要不然拿起来啊。要不然做怎么了？冰淇淋吗？对，冰淇淋蛋糕，我这个拿着。下面也可以点的。下面可以点的。好，这么多，好帅啊！这个是那个。还有打火机吗？火柴啊，那火柴可以吧？他的设计这么那个。是有点烫的。我来吧，我这么点，你先来。没有，手到过烧。耀文好强啊，耀文点燃了。没事，我们来吧，耀文。我们来吧。哇，这个好壮观啊！这个是不是冰淇淋蛋糕啊？是的。哇，你好聪明。那会不会融化？甩！看好啊！咦，不得了，了不得，神经啊这个。看到没有？还有这个给他点上。你先拿着，上吧。那个，点上了点。再唱个歌，再使。闪耀的你，二一走。有点事。我来。啊，闪耀的你。哇，张哥，好帅啊！脚趾抠地了。小心儿啊！不是这个是闪耀的你啊！脚趾抠地了。我又没说是那首歌嘛。啊！要嘛，我主要是强调"要"这个字，是不是？好。来，丁哥，我愿意为耀文赴汤蹈火。为啥顶不人啊？是吧？我们或许会再想另外一个可能，他是不是就是顶不人？嗯。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哎，张哥赴汤蹈火的机会来了。蹈火了，哇，没油了，不然了，哎，还有一个火柴呢？没了。没事，我张哥。哎，有火！哎呦，他们怎么变现了？小心马哥！哇，马哥小心啊 ！OK 了 ，OK， 酷酷。不，这个怎么变现了 ？OK。哇！呜！好。哎呦，小心酷 ！OK， 谢谢了。好，确实有点复杂。OK。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兴奋呀，要我过生日。嗯，算过了有几天了吧？哎，行业肺活量。其实真的，一口气吹灭哦。许愿的时候太麻烦，好累啊！一口气吹灭哦。考验全封的时候到了。哇，这个烟好呛。来吧，祝耀文成年。这烟好呛。谢谢。成年快乐。可以考驾照了。什么？不是，要我预约的话可以。没呢。报了吗？我可以看都没看。我是什么专业？是有一点复杂了。咱们就少吃点吧，毕竟咱们还有第二餐。好呀，好啊。那就直接拿这个。好。月光下跳舞，轻盈的脚步。哟，来兄弟们，吃饭了。我都不来了。Thank you。真的不错。吃饭了。吃饭了。想要粉粉。你要粉粉，那我要粉。
这都要放？那你要 black， 我要 white。哦，它里面是冰淇淋，是要 blue， 我必须拿 blue。那你拿不 white 吧？那我拿两个。那你拿 white 吧。拿筷子。你拿三个吧。嗯，拿 pink。我要拿 pink。还行吧。还可以吧。你给我一个，直接挖着吃吗？那还有个绿，那还有个绿的，我拿冰淇淋，我拿三个。这是哪个？采访一下小刘，成年的感觉怎么样？确实，没啥感觉，里面好像是冰淇淋。对呀。年能干啥呀？是，人下赛道了。啊？我拿一下就人下赛道了。不，要考那个。好好好。啊，对，他都是把驾照考了。你考？为什么拿蓝色？我要穿。不，我要拿 pink。但是我觉得我科三可以直接去考。开会儿。在冒烟儿。对啊。真的假的？马奇，科三和科二车不一样哦。你还是考啊。那正好是验呗。干嘛？那个油门踩的也不一样。多久考？你要跟我一起考是吗？马哥，我们一起考呗。马哥，为什么还不考啊？我已经没找到机会吗？可以跟我一起考啊！可以跟我一起考啊！你怎么考？我报了摩托车啊！啊？对啊，我报了。哥们儿，你报了？摩托车都要考完了，我们科一的，我们那我科一的都没考。我也不报了。我可以教你科目二。我报的三轮。马哥很冷酷。不是，我想分。我想教科书。手动车还没考完呀，科二。教科书，或者你多久能考完呀？文哥，找个时间就能。再说一个愿望吧。说愿望真不灵。我那天许了愿，我说吉他不要弹错，结果第二天手抖得跟得了喷身一样。你还记不记得所有人叫你一声哥哥呢？啊，这个愿望是那天都说过了，其实还差。但有一个人没说哦。老贺没说。我要说什么？贺没在那哥哥。怎么这么 easy 啊？不是，你好歹。挣扎一下吧，不是，你要难一点，他才有成就感。等一下，你就啊，我就叫我也叫一声嘛，对吧？我问你，哎呀，今天我过生日，成年了，放你，放你，哎呀，快点，3、2、1，叫，快，哥哥，这才是那味儿，哎呦，这才那味儿。你们当时打那个枪吗？我们我觉得全 4A1 吧，好像是。我们拿枪了 ，M4A1， 我们95，然后你什么？你都没摸。我那个枪，但是我不是真枪，我是那种。我们是真的，是那个真枪。我给他讲了，10发子弹，那个激光的，可以打出来吗？可以，不，它是激光的，然后那个激光的，然后前面有靶场作用吗？有，你打了之后，他会告诉你多少环，有蹦吗？蹦有。啊，不是没有子弹吗？怎么会有？它是激光的那种，还要拉一下，还拉栓。对，拉栓。然后，我前面四枪全部拖靶，我拖靶，我瞄，我怎么瞄都是斜的，我怎么瞄都是斜的。然后我想，一共就10发，其他同学全部都是什么10环、10.4、10.5。我说我怎么全部拖靶呢？这不是我的技术。就打了4枪之后，我想还有6枪，如果全部拖靶太难看了。我说教官，怎么回事？教官说你把那个瞄准，它有3个点让瞄。我说瞄不准啊，我说怎么瞄也瞄不到。我脸都这样子过去了之后还是瞄不到，然后他就蹲下来，他说哦，你拿右眼瞄。哦，我也瞄。好，右眼全部看到，结果还是拖靶。没有，他们俩就打开是吧？就是，我是左撇子，我是左撇子，左眼瞄的。对，我拿左眼瞄的。我说他有一个这么小的一个点在那个枪上，你这样拿的枪，我是这样拿的。运动会是这个吗？没有运动会，这样拿枪不是这样吗？运动会搞个这个项目，这样拿的。我们让赫尔，我老是左眼瞄的，对，那左眼瞄的，那个枪永远对着那个靶子是斜的。嗯，我当时想的是我先开一枪，我脑子里全是验双音，整个肯定高空啊。啥呀？运动会加一个射击呗。不是，我们来练蝴蝶刀，看谁玩的转。蝴蝶刀肯定是我呀，砍自己。我已经会一个蝴蝶刀了。我们运动会可以适当的加入电子竞技项目，比如说。非常 nice。我觉得可以。送了月饼。哇，月饼吃。月饼，来，快选选。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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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的来一份。哇哇哇哇！你来一份，你来一份。你的月亮，他的心。这里是月亮。哪里月亮？今天不是超级月亮吗？有可能月亮在我们后面，但是我们看到超级月亮，我看到了。我今天没有看到月亮。哇，月亮在啊！不是要下。你今天不是有那个天文镜吗？那是月亮。没有，那。干饼。快，真的。继续14天，全好来一份，真好吃。哇哇，我还是双上。先吃。哎，杨哥，过了，哥们儿，哥们儿，怎么说？
嗯，可以。有一种清新的味道。刚刚张哥转过去的表情，因为开始演嘛。再一看，我现在有点眼神，但确实。走吧，走吧 ，OK， 走吧。没拿吧？拿了。哎，每次一录完我就感觉不想坐着，坐着太累了。军训的时候想坐着，现在不想坐着。今天是军训结束之后，然后第一次的这个 offer 的录制。其实我倒是没啥其他特别的感觉，就可能是用的粉底液比之前需要更提亮一些。对，就是军训了还是黑了一些，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嘛，也是我觉得我努力的象征。军训的时候衣服带少了，没有带外套，结果冷感冒了，冷了没有衣服穿，只有一件睡衣，然后每天就那个样子，结果就感冒了，所以现在说话的时候嗓子也是比较难受的。还有就其实现在也特别不想坐着，因为实在是坐了太久了，在这已经坐了得有12个小时了吧，快12个小时了。实在是坐不住了，哎，真的坐得太累了，感觉每次录完 offer 之后就只想站着，但是每一次站军姿的时候就只想坐着，还挺矛盾的。但这一次的话我感觉就是在一些观点的表达上面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了，我的语言。我觉得就是每一次比如听各位哥哥姐姐们的发言都能够学习到很多，然后像最后陈明老师的总结的话，就是他每次总结都特别在点，然后他升华的也恰到好处，我就觉得非常受用，然后我也在努力的去调整我说话的方式，觉得还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然后现在是录完了，准备再回酒店的路上了，明天早上8:30的飞机要回北京，到了之后要去跟他们一块去练舞，所以说明天早上还要起了挺早的。不过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差不多就这样吧。没什么要说的了，就晚安吧各位，拜拜。我们这边欢迎，谢谢你们来，没关系，两位都可以讲。听说好的，Thank you.
儿，老师们，老师们，来，三二。最开始不是在参加了一个 LV 的活动嘛，然后参加了一天，对，然后我录完是直接晚上就来到了昆明。第一站是昆明的，昆明的话怎么说呀、啊？我真不知道。晚上学一下。你怎么样？你觉得哪方面？整体吧，就是我来看你啊，你有啥想知道的，或者是怎么着？我今天没有私密谈吗？真没有私密谈，前两期都没私密谈。那 PC 对，前两天都没，你先就是感受一下，适应一下。然后内容呢，大概我不跟你全说，说你倒没状态，那大概就是跟你，就是比如说对大家的了解啊什么的这方面，就是你对大家的了解为主之类的。没事，你了解多少就多少，这个 OK 的。你是都了解，现在立马解决出来。你来不及了，就不用看了。就是过程当中没关系，比如说你觉得你害羞啊、紧张啊、不好意思啊，你都可以说出来。哎呀，我真实表达你的心情啊就可以了。就是别说啊紧张，我就不说话或者怎么样，就是没关系。就是我好紧张，或者我不好意思讲话，大家多多照顾啊，这些其实。谦虚一点，低调一点，小孩子嘛，你现在最小呀，不用觉得我应该表现成什么样子，就是你当下是什么样的感觉、感受，你就怎么做就可以了。这个跑男确实，我当时很早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当做一个，就是每到那个点，每到那个时候，电视机就打开，然后就每一期都大家我们跟爸妈一块看，就有点像一种陪伴吧，我觉得也是一种陪伴方式，就是。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今天居然在录棚，我说就很奇怪，这种很奇怪，说不定我爸妈现在还要打开电视看我，就以前是我跟我爸妈一块看，现在变成我爸妈在电视里看我和跑男的兄弟们。怎么样？挺好的，挺怎么说呢，适应了就好了，挺开心的，非常的还挺放松的吧，我觉得在后边还不是我的真实实力。行，那明天加油。好，拜拜。今天终于要撕名牌了，说实话还是有点小紧张的，但是问题不大嘛，第一期嘛，第一次撕名牌了，对吧？你们发挥的怎么样都无所谓了，只要立个 flag 就别被第一个撕了，放平心态，这种时候我都会放平心态的，真的，不去争输赢，而是为了开心。结果发现你自己的脾气都是这样，没有，加油吧，先把下次周深哥，因为他今天不在。周深哥说每次都拉我去。Thank you.
是歌告给自己说，这空间里的叹息特别的安静，即便如此我要静静去演奏，采取丛林里这花香飞奔的风景，是他是他我的心白色迷雾，轮外的光带将我唤醒，跌倒站起，用天赋。